到之前，因为他资格赛成绩比 Hippolyto 好。哎，最后一位选手是 Hermans 荷兰选手，他是2000年以前的是荷兰的当家花旦，后来就受伤病困扰，很久没有出现了。他的第二串跟斗呢，就是显得动力不足。因为荷兰。